今天我们学习钩织这个花型，这花型我很喜欢，非常漂亮。我用的是三号针，线呢用松细线织，三号针来钩织。你看，这花型很好看的一个花型。这个花型你不管是织帽子还是围巾、毛衣都是非常好看的，速看啊，这非常漂亮的一个花样。下面我来讲解这个花型的钩织方法，是很简单的。这里全部是短针，这里就是一个松长针，松长针钩织，这里是短针钩织，很简单，新手可以学会的一个钩织花型。好，下面讲解花型的钩织方法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来起针，入针从下面这样入针，第一针。如果你觉得第一针不好起针的话，你可以打个活结啊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大家如果钩织毛衣的话，你要量密度，你要是钩织个50针左右的量密度，10厘米的密度是多少针啊？这样来去计算整个毛衣的织法。那我这里就钩织花型的话，就教大家钩织几针。然后呢，第一行好以后，几针好以后，我们直接钩短针，钩短针。好，去每个辫子钩一针。好，钩短针，每个辫子钩织一针。沈航一样的钩织方法，沈航就这样钩短针，把它钩到后面去，每一针都这样钩织，一样的方法来钩织。好，继续后面的两针。好，这里我们一行的短针钩织完以后，看沈航短针钩织完以后，第二行，好，这里勾个引拔针，按转过来。第二行我们一样的也是勾短针，那么我们就每个辫子勾织一针，一样的一个辫子勾织一针。你看，一个辫子勾织一针。第二行的钩织方法和第一行是一样的。好，把这个边针钩织完。好，第二行我们钩织好了。好，到这边来第三行，第三行我们就勾一个引拔针线，然后第三行转过来。好，第三行我们也是勾短针，沈航一样的啊，勾短针，跟第二行的勾法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三行的最后两针。好，三行这样全部勾完以后，到这里第四行。好，转过来，到这个位置我们先勾两针的短针，好，勾两针短针好以后，我们现在要绕线两圈，看，一二，绕线两圈，然后呢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数三个，第三针啊，一二三，第三针这个位置，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勾个，在下一行勾至啊这个位置，这样从这里入针，从这里出针。好，入进几针以后钩织一针过来，这里我们开始勾花型。好，然后这里勾的是长针，
啊，这里钩织三针，看，好，所以花型就钩织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上面我们钩短针，钩短针呢，我们继续这里钩织一针。好，直接钩短针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钩三针出来，然后继续一、二绕两圈，一样的啊。然后从这里数到第三针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一、一、二、三，第三针这个位置，好，勾个，勾一针出来。这花型这地方我们勾的是三针，好，花型要勾慢一点，数针出来。好，然后继续用这里勾短针，短针勾三针，好，继续绕线，然后这一针在这里一二三，那么去这一针，好，三针短针勾好以后，一二三，第三针，第二次里也慢慢的钩织啊，慢慢钩织，花型第一行排好以后，下面你就不会出错了，下面就很好钩织了。哎，这里勾短针啊，嗯，这里勾的是短针。好，我们来看沈航这里第一行的花型。好，到这里，好，这里继续勾个引麻针。好，这里的花型我们就排好了，沈航花型排好了，排好以后，好，反面钩织，反面我们钩织沈航的是短针，好，再来钩织沈航的短针，每个辫子钩织一针，整行这样钩织过来，好，这里整行短针钩好以后，
来行钩子，勾个引拔针过来。好，到花形这边正面，我们要拿个辫子钩织一针。好，钩针好两针以后，现在我们绕线两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在这个三针下来，这个花形的这个位置，在这里面的这一针啊，往里面一针，这里入针，好，吊住这一针，吊好这一针以后，撕出来，好，花形就这样钩织的。好，然后到这个位置，这里是花形，从这里钩织以后，我们直接从这里入口钩织短针。好，三针短针钩好以后，继续下一个花形绕两圈，然后这里一样的啊，从里面这一针。好，钩织一针出来。然后我们继续这里钩短针，继续一样啊，对，这一针钩短针。大家如果学钩的时候跟不上我的视频速度的话，你暂停我的视频啊，暂停我视频，然后一步步的跟着钩织，钩到哪一步谁点它播放，边停边学。你一下子看完我的视频，你学的时候不一定会钩。多看视频两次就会了，有时候眼睛看会了，动手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出错的。先眼睛看懂以后再动手，动手的时候还要边看视频边学习，这个是新手的方法。经常钩织的人一看视频他就懂了，起身的时候排花形的时候，他一看排花形他就知道什么去钩织下一步了。这个是经常钩织的朋友来说，这个花形是非常简单，对新手来说要一步一步的跟着我这样来钩织。好，三针短针，好，两行花形都勾好了，看现在就看懂了，下一行一样的勾一行短针过来，再继续从这里这个位置从这里钩织一针，大面积钩织，大家看就懂了。大面积钩织就是这样的一个花型，这非常漂亮的。好，今天的花型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还有不懂的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，喜欢这款花型的分享给朋友，大家一起学习来钩织。